12月29日晚，梁静茹晒出了一组和工作人员的合照，感恩2019。照片中，梁静茹或搞怪或温婉，婚变后心情不改，并配文2019最美的事就是有你们的加入，带给我这么美好的一张专辑，一切皆因你们而更好而完整，这辈子我将不会忘记歌怎么唱，生命怎么活。粉丝纷纷留言表示，遇见你是我最美丽的意外，2020期待和你讨论爱情，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有多爱你，别爬行，因为啊，我们明明可以飞行，对吧，静茹，你真的可以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